那你想我们要是能做的话，那他比咱那个18 Pro 还好用。我光我这些朋友的小朋友买几盒的话，那他买几盒的话就是要。就我这个朋友做鱼子酱，啊，我说你做的啥时候鱼子酱？弄些湖北鱼软做鱼子酱，他卖高价才出来。然后那帮人就买，那你想赚吗？400块钱，那这800块钱，哎呦，我说我才出去了，真是。所以你这个拿什么酱，朋友？